演，我们退开一点。龙正要表演，龙正要表演啊，需要空间。云流汉水沟，孤峡更一桥。有几人？台北剑道馆。不简单呢，一整天的这么有活力啊，辛苦了。谢谢。各位给我们热情的掌声好吗？最后一站的表演，甲辰年我们看到了龙来制服。非常的不简单，结合了运动，结合了武术，结合了民间的文化艺术。青龙献瑞，好，我们谢谢龙来赐福，栩栩如生啊。哦，这个排练都要排练过的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好，我们的龙，哇，这个是高难度动作啦，它结合了卡丁，我们的龙呢，带来了甲辰。青龙年最道地接地气的祝福，五福临门献给大家，民社馆龙狮团喜现。谢谢民社馆，我们的馆长啊，馆长大人来到了现场，亲自督军。非常的漂亮，祝福大家五福临门。一整天还能够有这样的活力，不容易。哦，机器龙呢，就是有着很多的这个特技表演哦。欢声笑海，掌声鼓励。哦，龙老官，你敢来？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有卖力。台北信和馆的团队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那个还没有加入的哈，赶快 FB 帮我们搜寻一下台湾庙会情报局啊！哦，每天都有庙会的文章一直在发表，想要去哪里，想看什么样的活动，想亲近什么样的神明，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资讯。啊，这个都是由我们郭总经理非常精心的啊，这个努力的团队啊在经营。来恭对花旦做神，来恭迎南济公师傅。日去云端观五行，五步上水经用明，天回地转步七七，步公大道济九年，阿在乎妖精上惊，
将西消灭洛江省，洛这江省乡里金，而且咱淡水北头定天宫，这讲话佛师尊天台立林，甲咱罗斯团来祝福。勇勇气气，咱淡水北头定天宫会当讲挺立而出啊！啊，咱的老祖黄伯彦先生哦，这个全家福在服务的啊，来为着咱九里堡富三千岁啊，这个文化一个信用，就咧弘扬伫咱北头地区，淡水北头地区，诚心来咧请恭迎。兄弟组成，伊是咱一当楼主黄伯彦先生。兄弟，咱这讲话分组成天下上用力，上用。感谢咱师父今仔日规工来了经，得着咱了观妈祖，弘扬着咱天上圣庙妈祖娘娘的这个信用。来，我们要回到帐篷区休息了。列车咱师父在厝来上马金下马银，来列车师父请下马。